你认识我吗，爸爸？我也有那种东西啊！十年前跟年轻女人外遇，丢下我跟妈走的那位，原本美满的家庭因为外遇破碎了。张女士也真可怜啊，抱孙子的年纪还为了付你的卡费累个半死。她就是因为嫁错了丈夫，才会老到这么惨的地步。 所以我早就说了，中午过不行嘛。妈妈看着照片哭了耶。什么照片？不想从我家被赶出去，就给我注意一点。6月20日晚间9点，未来戏剧台，爱情万万岁。